姐姐玩游戏，游戏时间到！大家好，我是彤彤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樱花姐姐。今天还有哪些哥哥姐姐要来玩游戏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，我是哈密瓜哥哥，我是小红莓姐姐，我是香草姐姐，我是贝果哥哥，我是海苔哥哥。哇，大家都一字排开，因为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跟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有关系。唱歌跳舞，充满活力的一个游戏，我们要玩的就是猜歌名大赛。不过这个游戏很特别，就是呢，第一回我们要听歌词来猜出它的歌名哦。好，所以还没有音乐出来哦，你要听听看歌词，赶快联想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。嗯，那第二回合也很特别，它是要看 MV， 看完 MV 之后猜出歌名。这好像还行，有衣服就蛮明显的，对，很好画面。那我们赶快来进行猜歌名，从歌词的这个部分先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那第一题你先来出好了。第一题我来出哦。OK。那当你听到你觉得有答案的时候，就跑到前面把旗子举起来。第一题，望幽精灵，行情播种。望幽精灵。哦，想了一下。望幽精灵，行情播。一起去冒险，什么东西？一起去冒险，欢乐谷的一起去冒险，要完整。欢乐谷的快乐一起去冒险，某某欢乐谷之一起我冒险，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完整，某某欢乐谷之一起去冒险。终于对了，两个好可惜哦，就是这个歌名没有讲完整，但其实你知道是哪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让我们来听一下《某某欢乐谷之一起去冒险》。精灵，心情播种，望游森林，开出满满的开心果，幸福的花朵。谢谢唱这个。我们的主题曲之一啦，对。那紧接着要来第二题喽，那第二题让彤彤姐姐来出题。小，我只念了一个字，你们在那边紧张紧张。小船儿摇啊摇。摇到外婆桥，摇到外婆桥，摇到外婆桥，对，答对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《摇到外婆桥》，听到三个字就冲出去了，哎，温馨的摇啊摇啊摇，摇过了一座桥，两座三座桥，外婆她叫我爸，叫我爸。姐姐拿着扇子在那里摇摇摇，那个很漂亮。还有彤彤姐姐，对呀，哈密瓜哥哥也有，还有我，对，以及柠檬哥哥。也难怪哈密瓜哥哥记得这么清楚。对，哇，第三题，我先跟大家预告，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好，第三题来喽，仔细听，嘿。的天空，星星在闪亮，温柔的月光陪我入梦乡。日出在东方，歌声正嘹亮，勇敢的吹着。又是你，快乐的出航，快乐的出航，噔噔。什么那个太阳的那一首，我一直讲的那一首，东方，对，什么东方有太阳，月亮，
对，好强哦！有点像，也是感觉听起来很像太阳的月亮，但其实是快乐的出航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，好厉害！哇，黑暗的天空是不是在闪亮？温柔的月光陪我入梦乡，日出在东方，歌声正嘹亮，勇敢的水手梦想在远方。水手，快乐的出航，好可爱哦！我超级喜欢这支 MV 的，很有活力，对啊，摇摆。尤其是每次我看到那个柠檬哥哥在打瞌睡，快动嘞！我就觉得好可爱哦，很有趣的一支 MV。那大家玩得过瘾吗？不过瘾，不过瘾哦。不然我们再出一题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这一题来玩玩。好咯，这一题就是考验看大家谁冲得比较快，速度，脾气好，胆子小，还有两只脚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不爱热闹不会吵，睡得少起得早，爱吃树叶爱吃草，慢慢走别滑倒，换一睡觉不得了，长颈鹿长颈鹿快乐没烦恼。可爱，你好棒好棒。这首歌是不是很简单？对，哇，我们这个歌词的部分看来哥哥姐姐都非常的熟悉，不过梦梦欢乐谷有这么多首好听的歌曲，接下来就要考考大家看 MV 来猜歌名咯。好，大家睁大眼睛一起来猜猜这是什么歌。哦，看到我可爱的脸脸了吗？看到了。好，那请抢答。一起回答，一起讲，一二三，步步成。里面还有我们哦，演戏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开车载不同的人，对，载着妹妹，载着爸爸，对。其实《梦梦欢乐谷》里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，都可以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哦。那下一次再跟着我们一起玩游戏喽！所以刚刚谁最多分啊？我。